怎么了？不喜欢天冷出门呢？今天不能留在家里，我们俩有仪式要举行呢。来，戴上这个，这是我女儿以前戴的，很好。今天我要呼唤你的名字，孩子，不知道女神会不会答应。一般来说，要是母亲在的话，都是由母亲来宣布。仪式由长母们主持，全村的人都会参加。可是我们是被逐者。即便如此，该做的部族仪式我们还是要做，不然我们就会像没有信仰的旧日人类一样，跟他们一起背叛女神。他们的罪恶替自己招来毁灭，留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生物，天上飞的，水里游的，地上爬的，金属造的。狩猎野兽是一回事，狩猎机器又是另一回事。你一定要保持谦逊，尊重他们的力量。我会教你这一切的，总有一天。最高长母提尔斯，他在这里做什么？他是来阻止仪式的吗？不，快起来，时辰快到了。你现在可以开口说话了。你是来祝福命名仪式的吗？我们把它托付给你，不都已经6个月了吗？但我们是被逐者。你是自愿的，而他吗？我是最高长母罗斯的，我自己决定祝福谁。那我们非常荣幸。好了，快去吧，准备好宣布名字，快去。女神呐，这孩子需要一个名字让族人认识他，请赐给他一个能够感受到您温暖的名字，就像旭日温暖了大地。说出他的名字。